在睡觉吗？对。哎、欸，但是我四十分就起来了吧？哎、欸，这就阿妈你好难吃！天哪！不好吃，给你吃吃看。你自己去买一只啊。哦，然后我想重粘这个，因为它有点不粘了。我的合照卷还有，是什么意思？我的合照卷还有。Hello， 晚安。今天又开卖了，等一下哦。肩膀好痛。晚上好。想睡觉，每天都要睡一天。嗯？今天买的不用抽，只是合照会当天领取。是啊、哦，没有人会要跟我拍照吗？就是哎呦，买都买完了。OK OK， 礼拜五再补两小时。跟我拍照的小蜜蜂跟我拍照的都小蜜蜂，没有人啊。上班辛苦了大家，辛苦了你们啊。被我识破了， Oh my god，那布也可以撕破。上班眼神死菌，破了五十收，可以再帮我做一个吗？拜托，帮我做一个结好吗？
跟你们一样手很笨，对，我不能做应援扇，我不能做你们那么，就是像你们那么厉害做应援扇。要先看我仰卧起坐，愁死了，我真的牺牲很大，我真的超想超想要 build flower， 但是很难耶。没有，我们就是在参加我们拜不交气不馁，好不好？想睡觉歌哦，换一个。嗯，什么东西？2020快过完了，对啊，还有2021。还有两个月，今年会不会唱跨年呢？想唱跨年，胜不骄，败不馁，败不骄。哎，我刚刚讲败不骄，气不馁吗？胜不骄，败不馁啦。哦，刚睡醒。我刚讲败不骄，气不馁。我刚讲败不骄，气不馁，真假的？真假的？真假的？太白痴了吧！我刚才讲白不交，我刚才白不交欺负你吗？啊，胜不骄，败不馁。Hello。录影拜托不要，超白痴的啦，讲错话。哎，我们这样，我去上那个毛起来玩啊，然后我们不是有玩那个比手画脚吗？我觉得比手画脚好难哦，我根本就看不懂在比什么，还是我太没有想象力了，真的很难哎，我觉得那是我遇过最难的游戏。相较起来，你画我猜也太简单了吧？哎，比手画脚，我生日会不是有玩，我还是觉得很难。对不起阿凯，对不起，就是我猜不到的那个。我真的不会，那太难了吧？我一看就很不会玩那个，怎么看的？比不出来，姐姐，对啊，姐姐要怎么比？姐姐很难比耶。对，我生日会有玩过，生日为什么要看得懂？我那个喝水那个很简单啊，可是就是如果你要我一串话的话，真的是很难。而且我觉得我们那天去毛起来玩，我不知道啊，可能我那天短路吧，我特别不会。我就是不会一直先，对，我不会一直猜，我没有，我是完全看不懂他到底在干嘛，我连猜都不知道我要猜什么啊。一直乱猜乱枪打那样，是我不会啊。镜像，哦，真的哦，为什么之前不是？之前是吗？这样呢？这样呢？看好了吗？我
屁。我来吃晚餐了。以为我的画面是正常的，不管怎么样，先比我爱你。请不要浪费我的猜题时间好吗？阿凯，我已经不会猜了，然后你还浪费，我们就注定要输。今天吃什么？今天是吃麦克鸡块。它是我最快的选项，我没有得选择。Hello， 柠檬。今天感觉很少人 ，Hello， 买合照，阿姐合照，麦当劳芋头派，我不喜欢芋头派或苹果派，但我有个朋友，他说他觉得芋头派很好吃。花簪芋圆，现在有7点开播，蛮多的。希望现在只希望到后天我不要玩手。你说合照吗？我卖了100张，真的假的？好开心啊！在哪里啊？为什么没看到啊？官网吗？为什么没看到？怎么办？我都没有在发了，我自己的团体在干嘛？哪里啊 ？PC Home， 所以在官网。反正没卖完的都转一般贩售，在 PC 后。没问题。先选林杰放进公车，什么什么什么，加入公车可以看生日数量。好的。我看看我，选50张结账。你说我吗？你说我选50张结账吗？哇哦！然后呢？加入购物车，然后看购物车。
库存65，我看到了。订购我可以晚几天付款，不知道哎、欸。你要是我礼拜六去买我的握手券时遇到栗子还没哦，真的、哦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。你在哪里遇到他们啊？好老的歌、哦。一进来就开门，哦，太饿了，我今天还没吃东西，这是我今天的第一餐。没关系呀、啊。那我也吃不太下。啊！掉了啦！OK，OK，OK，OK。没关系啊，俊，没关系的。我看到了，没看到什么？你说数量吗？有啊，我刚好看到。晚安，阿翔。嗨，小猪。还没吃，都还没吃，还吃不下，都没吃，还吃不下。我不知道，我最近都这样，吃不下。Hello， 小猪，小猪怎么了？超久以前的歌了哟，太累了吧？我其实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最近都吃不下，但没有食欲不好啊，还是会想要吃什么，哎、欸，好想吃什么，好想吃什么，但是就是只能吃一点点，就少吃点，有啊，再吃啦。本来西门买完就要回家了，不知不觉逛到两点多就遇到了。哦，西门哦，我几百年没去的地方。去西门买单曲了、哦。踩到我的地雷，谁踩过我的地雷？怎么突然说这个？怎么了，小猪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活了几百年吗？我不是活了几百年吗？仙女啊！超久没去西门了，真的超久。才去西门宣传二期，真是。我上次去应该是。西门边边算吗？西门边边，每活动都会讲，快了快了，俊，再忍一下就快看到我了。林杰的地雷应该是 OK， 谢谢。
门边边，多边就是西门的边边，跪着马路到西门来着。我上次去西门是在点，没有没有，上次去西门是前几天吧，前几天西门边边啦，西门边边如果算西门的话，我就是有去。什么什么东西？我怎么会有这个？你刚刚过去面面那边讲完就过来了，你说你看到他是不是？你就跟他讲你看到他、哦、想吃冰。简的地雷应该是跑去浪，哎，其实我今天本来要发一个现实动态，然后这是我万圣节的时候的照片，然后。就是那我跟骷髅头的合照，然后我后面本来要打说，就是这本来是我的，这是我的宝贝，只是他看了其他女生，所以现在变这样，但还是没有发，还是没发啦。你也想吃冰，可是冰店买不到，你可以去那个啊 ，Seven 买啊。我其实都很爱吃 Seven， 然后全家没买冰旋风，我不喜欢吃冰旋风的。其实，你那时候叫他叫的有点大声，这样感觉不太好哦。骷髅头出来打球，就没发，没有，我还是没发了。觉得太怪了，想看，考虑一下啦。好热，好吧，我觉得我要去开电风扇，受不了。这几天很冷，昨天冷到爆睡，是蛮冷的，可是过几天又要变热了，对，热了一两天吧，然后又要冷了，很烦欸，而且这几天都在下雨，好讨厌，不喜欢下雨，喜欢冬天，可是我今年冬天还没有做准备 ，Oh my god， 今天凉凉的，对啊，今天凉凉的。好像有台风哦，真假的？是哦，原来有台风。想林杰庆你就暖，我以为我会发寒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
感冒了吗？还好。其他姐点开在夏的头上进去唱自介的歌，什么意思？好好笑、喔。我们就是 Little Beats 吗？乘着温暖的风，好可爱哦！Little Beats， 礼拜五你们学校要去打靶，竟然有台风，我很喜欢打靶哎，满靶好不好？我是满靶中最中间的点，厉害的好不好？我去夜市玩那个枪啊，很准，好期待拿到生血，跟拆炸弹一样。拆炸弹还好吧，那么夸张，生死一瞬间，我都脱靶没有，好棒棒啊！你讽刺哎，臭阿凯，很厉害的好不好？因为我其实国中不是高中，就是那个是那个叫什么课啊？那个叫什么课？就是要去打靶的那个课，然后那个就是我们应该说新竹县的学校蛮要求吧，就是我们去打靶会有评分，每个学校还要比赛什么军训课、国防课，对啊，差不多就那课，然后。所以学校很要求，然后去那边要穿什么啊，然后不能讲话、不能笑啊，然后什么的。夜市小公主，但我都不玩，那个枪的。是因为你后来打把免自己撤。哦，阿伯能戴眼镜吗？自从有在追我们组，发现时间过超快，都被我们偷走了。一堆规定，对，很多规定。不能笑，这样教官会觉得你脸。没关系，大家脸都很臭。你的心就被我偷走了，夸张耶！我什么都没做，哼哼。啊，不然哦，阿凯了解。你的心也被我偷走了。你们都丢中，可是我都中中间啊，没中的人很多的好吗？以前高中好像没打靶，可惜只有单纯军训。这届高中没有真的碰到枪师哦，谢谢思源，思源。那个经验蛮好的、啊，就是因为我这一辈子不太可能会拿到枪，不太可能吧？还是其实是隔壁 ，Hello， 不可能好不好？今天在学校实习，差点把汽车电瓶炸掉，好险现在可以看我直播，好夸张哦！差点在新闻上看到你，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差点在新闻上看到某大学
大学吗？还是高中？实习。我常开仓，不一样好不好？25公里，对啊，所以我们不需要任何的技术啊，不需要考虑任何的因素，我们就是要瞄准，我们就是瞄准就好。常常捡到枪，我都拿炮，我是炮兵。只要瞄对就是中，对啊，知道在讲什么了，大姐，瞄哪打哪啊。你之前英检老师也常常骂你烂炮兵，为什么？是吗？拜拜。少女剪刀枪，少女咖啡枪，炮兵科出身，我吗？没有那么夸张吧？所以我说嘛。我们不需要考量更任何的因素，不需要考量任何会改变它打到哪里的因素，我们就需要瞄准就好了。军训可以，好，反正我没有很厉害，我没有很厉害，我没有很厉害，打到是正常的，打到是应该的。连王风炮听起来怎样？听起来在那个过年会卖很好。随便瞄都怎么随便瞄怎么射都射中你心，新型病毒的箭。我不应该当医护兵，我应该去上战场。你何时会叫我周子瑜？可以叫我阿姐吗？拜托，我是林姐。我也蛮傻眼的吧。嗨，瑞瑞，你可以说你在阿烂啊，我就会知道了。就直接说你 ，Hello， 我是阿烂。嗨，瑞瑞，路西法角色还存在吗？一直都存在吧。福哥姐也可以瞄准一下，好白痴哦，瞄准就行。Hello， 阿凯，我是林杰。我要 cos 路西法，没有吧？你们这些道听途说的人，来个《异世界女神物语》是什么啊？像我这样的高冷女神，像我这样的高冷女神，当然是选路西法，这个在天堂与地狱。地狱间与神抗衡的王者，是不是？为什么高的女神就要选露西法？还没好吗？还没有完全好，还没有完全好。我多高？我164啊，165。
你要四点多，165。六，正，谢谢正东。希望老大还记得，该给我奖励。没有缩水吗？没有吧？也许有一点，也许有一点。谢谢正东。四则不是170，我不想要170，好不好？卡弹姐，你一直以为我170，你为什么会觉得我170？我哪里看起来像170？我一脸就165啊。身为一个哦，谢谢玉人，谢谢玉人。无条件舍去160，160其实我是可以接受，很可爱。160很可爱，哪里看起来不像170？我哪里看起来像170？阿如，我的脸看起来170吗？不像吧。哦，一脸刚睡醒。从小就一脸165，从小就一脸野孩子。反正我们，你说165的160的部分吗？你知道你什么？你知道我心中的地位有多高？跟阿姐一样高。那有比我高的吗？甘蔗无条件进位成200公分，吓死我！那个长腿，你说我那个长腿看起来170吗？我就高脸，我是看起来是高脸，可是也没有到170那么高吧。然后你那个时候就跟妈妈讲，你这样站在她旁边超尴尬，她跟我说差不多高。哦，她跟你差不多高。我说你阿兰，你说你跟猫猫差不多高，是不是？160我觉得很刚好，我也觉得160很刚好。可是如果要装可爱，160感觉比较适合。身高165，好吧，可能是脸的问题，不是身高问题。身高165，腿长170，吓死人。好，阿凯 B B 不可以 B B， 你要回答哎、欸。嗨，浓眉。哦哦，你说跟我，你那时候跟我讲。你说你在我旁边很尴尬，你跟我差不多高是不是？因为差不多高，所以很尴尬，意思吗？什么？是这样吗？看不太懂。这个时候你就需要 TP 四大神助，我会被压迫，压力很大哎、欸，被身高压制，戴个猫耳就可以忽视身高。不知道哎、欸，粉丝可以戴吗？160，没关系，你可很可爱，谢谢嗨的。啊，你跟我差不多高啊，来，是哦，你165。哦，你174点多，174点多哪有差不多啊，10公分哎、欸，哥哥，十公分哎、欸、，Hello。谢谢嗨的，谢谢嗨的。因为我这身高，男生就快 hold 不住了。哦，因为很多台湾很多男生，就是通常都是170嘛，170、175嘛。108要穿厚底鞋，有啊，我办108那天，我记得，其实我穿那天穿的是男妈优的鞋子，但那个鞋子很厚，但其实很好穿、啊。没看到，你有打哦，我没看到呀，凯。哦，以 TP 来说，没人比我高了。哦，好吧，可能比我高的在你旁边，是吗？哦，你说以为我170的时候，了解啊，来，刚好180很棒啊！你可以给我吼，我可以去吃冰吗？我想吃冰耶。
因为有篇文章说台湾男生不到170都半残，好坏哦，笑死了，迪卡坏坏。165你可以跟你弟一样，哎，安如麦弟弟，你旁边暂时没人，有时候在你旁边的那一位，对不对？为啥感冒吃冰？我没有在管的啦，家里随时都囤货，家里随时都有冰。等一下，哎呀。感冒真的会想吃冰淇淋，我无时无刻都想吃。这冰很大包，没有，因为我冰箱很多冰，冰箱太多冰，我挑一下。巧克力球吃完了，我又买另外一桶了。凤梨冰，对啊。哪里火辣？问号员。羡慕我冰箱冷冻库，阿里冰箱没有冷冻库吗？你知道那种小冰箱是不是？几乎是冷藏库的冷冻库，用一桶，没错没错，我买。你讨厌凤梨哦，还得。我不是女王蜂，是蝗虫，为什么？加入魔法药水，辣妹，我现在不是辣妹啊，101辣妹的时候才是辣妹。走着瞧，看不懂什么东西，走着瞧，请你跟我讲。但有变肥没有？但是我好像有变重，但好像没有变胖，就是还没有还看不出来啦，可能过几天吧。说到把很常见的小冰箱，是那种饭店的那一种吗？谢谢阿如，很讨厌哦。但是凤梨冰棒还吧，而且我跟你讲凤梨要怎么样才不会咬舌头，你知道沾盐巴吃凤梨就不会咬舌头了，真的，这是认真的，你可以试试看。如果凤梨不沾盐巴，我也不吃，因为舌头会很痛。我进食的速度很快，好吃啊！哈喽，小乙，小乙酱，有，你看出来了。你说你看出来我变胖了吗？太坏了吧！到时候我就懂了，好不？臭新衣，你是说你合照会你要穿新紫是不是？可能阿杰的肌肉变多，所以变重。可是我觉得应该是我变胖。其实是盐巴沾凤梨被发现了。其实我在吃盐巴了。你吃的水果很少，水果很好吃哎。
my god！ 饭店那种哦，那种真的很小哎，就是那个那叫什么冷冻库，就只有一小格，就是那么大个冰箱，然后冷冻库就这样一小格。加辣，它真的很少哎，尼克。盐巴沾凤梨，可盐可甜，好像就是这样。我该不会有凤梨专业？没有，好不好？那我那么专业啊，因为你都只吃甜的凤梨。哦，有差吗？但凤梨沾盐巴真的就不会咬舌头了啦。我不要再挖坑，我以为你是要真的要半醒之类，不是吗？吃冰，臭小英，你今天有上班吗？你差冷冷的天气吃冰，我无时无刻都喜欢吃冰，把盐巴冰成块，好恶的感觉哦。谢阿烂，刚那么大声，你还以为是业务用冰箱？那么夸张啊？是一般冰，而且不是一种家庭一般用冰箱，它其实还是算小冰箱，只是比较大，然后有分上下层，比较大有分。我在讲什么、啊？就是租套房偏。大一点点，然后有上下层，但是其实算是比较小的上下层冰箱。但本阿姐是为了吃盐才顺便吃凤梨，你说，哎、欸，但其实我没有很喜欢吃凤梨耶，会吃凤梨的原因应该是因为想吃盐巴，真的有可能的。今天到11点。今天上次买的饭盒盐巴还没消耗完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君。比较大的小冰箱，对啊，出道款有双面冰箱，谢谢房东选择下面冰箱。苹果、草莓、樱桃、橘子、柠檬、香蕉、芒果，蛮好的啊。柠檬算水果。分食材的一种，好像也是啊，水果。啊，不是西瓜什么的吗？想吃盐巴，很有可能啊，那么喜欢吃盐巴，对不对？谢谢妹妹。西瓜好麻烦，你说籽的部分吗？你说籽吗？还好吧。你好挑哦，还得不行啦。西瓜那么好吃，就有上下层冰箱啊，即时即熊肉。会点去人怎么？不会啊，不会。好想吃林杰切的西瓜，我不会切西瓜啦，西瓜只能吞掉。如果我懒，我就会吞掉啊。如果我觉得很，我就是不想吃到籽，我就会先挑掉。没有林杰酱，林杰酱是什么？去年薯条我觉得我也不行，西瓜子你都吐到很生气，脾气也太差了吧，脾气太差了吧。现在没叫，说到切西瓜就想到你哥很久不急了，对啊，他都要消失了吧。吃西瓜不需要玩总机关枪，好哦，好赞哦，不可能哦。我觉得这个人员都要连着，对，绝对要吃掉的咕咕猫。那臭盐巴最赞的。嗯？
等一下啊，等一下啊。网络发生什么事了？就跟没有林杰的世界一样，你不行，不行，没有我。你们风暴先拿西瓜子练习，笑死！吃冰已经到不用开，我也是啊，版图。房东在下面，我没有跟房东一起住啊。好哦，我还好哎，我最喜欢的水果没有，就是我真的分不出我到底喜欢吃什么水果，因为我真的都好喜欢哦。一个多礼拜没见到林姐，才一个礼拜，才一个礼拜，玉人。你要不要太夸张了，快要见面了好不好？最喜欢橘子哦，橘子，橘子不错，我觉得橘子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方便的水果，每天吃洛梨。洛梨我还好，你是因为在健身吧阿如？水果王国很厉害，对阿俊超多种能吃的又很好吃，真的喜欢拔辣啊，拔辣还不错。凤梨世家啊，凤啊，我觉得世家是我一个，就是我一开始觉得它很难吃，但其实吃过真的觉得世家很好吃，冰过更好吃，真的。世家是一个很厉害的水果。嗯，冲冲。还是最爱芒果，芒果真的很好吃啊。风水世家，我八点档小易，喜欢芒果算爆甜，就是因为很甜吧。芒果啊，瑞瑞，我也很甜。你最喜欢吃的喜欢加阿杰，无聊。锦衣，与世家相识的过程，我这样有我讲过吗？反正我就是一开始觉得它看起来就很难吃，但其实真的很好吃。有人会莲子，芭乐就是要莲子一起吃啊，但它那个热量超高的，芭乐子热量超高。这家吃冰的超好吃的，六成之力，百发元之力，更蓝徐蓝，你刚刚跳槽去找咩咩了？找谁？我比芒果甜一点啊，对啊，甜一点而已啦，没啥没啥。谢谢田中面面就知道充电充电，临街这样100%原汁应该很难吃吧。被子冷冷的，
谁要叫救护车？是我网络的问题吧，跑超慢。哦，什么东西？超慢的啊！拔蜡只会让牙齿断，想太多。谢谢瑞瑞，嗨西西 ，Hello me。跑好慢哦，烦呢，想怎样？晚安，晚安。水果，水果，熊猫大人阿姐到底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一首歌吗？运动会跑快一点就好。跑好慢，网络跑好慢，因为我家网络坏掉，然后我现在都要开我的手机的热点给我手给那个电脑连，然后它真是有够慢。为什么跑那么慢？刚刚不是好好的，再连一次。Oh my god！ 什么东西？烦欸！你的浪也很卡，是我的卡还是你们卡？你只是在尽可能想乐色话，可以先不要想乐色话吗？乐色话新衣。换手机，这不是手机的问题吧？哎，你们有人换手机吗？换十二吗？没有卡，你们有些人没卡，有些人有卡，那应该不是我的问题吧？网络怎么坏？我也不知道，它就突然很坏。我卡在你们心里，我出不来。Mina 还不错啊， Mina 可爱，有够可爱。人不可貌相，好啦，然后大家都是同事关系嘛，我应该跟那个101辣妹还有肉肉比较好一点。很冷很冷再穿那种，你说像是就是那种羽绒外套那种吗？其实是永久住在你心里的，你不让我出来了吗？101腊肉，没错，101腊肉。竭力鼠，竭力鼠。可是我们三个没有特别好，心里瞧的只剩我，太开心了，很开心哎、欸。虽然这不是事，什么颜色啊？都不知道我到底买什么东西。买的是什么什么？现在发现自己的网络不是很好，等我换跟你说有没有改善。等你换。但那阿姐该付房租在新年那么久，我要怎么付啦？我的开心还是有些敷衍，没有，我很开心，我真的很开心。
但是我希望这是事实，好吗？关于他叫陈，你要先经过一个断考，什么断考？你要经过什么断考？学校考试吗？学校断考，没关系啊，我也是啊，我也要断考。因为大学都是这几个礼拜吧，感冒有好点了吗？感冒好点啦。今天只是口红，因为我在吃东西，然后一直吃到口红。考试考到没感觉，你应该感觉一直在考心理，你已经感觉到你要被当了，不行吧，还是要认真了吧。快被压死了，大家加油。这个可怕的教授课没有问题吗？我吗？我的部分没有问题，妥妥当当的，因为他太可怕，所以他的课绝对没有问题。你们考很多科，我们也考很多科啊，应该是每科都要考吧。薯条吃完了吗？还没，不想吃。心意那种太高端了。对啊，那可心意很厉害，根本就看不懂。上班族的世界更可怕。没关系，我也是有。我也是有演艺圈的经验的啦，还能考试好好。你觉得检定完蛋，所以可以来考虑是不是要填合照，是这样子吗？嘻嘻，就跟小阿姐的频率一样。那你考试也太多了吧，心仪。你大概只有零节学分这边可以拿高分，那也会被当太多科耶。你这样会大六都还读不完吧？这时候身为社畜就想说，你各位好好加油读书。哎，臭苦吗？吃点油啊，我刚刚有吃一点啦。你谈的世界更可怕，到处都可怕了。就这么多，辛苦你了，心仪。还有我刚刚说要讲演艺圈更可怕，应该出社会到处都很可怕吧？出社会的话，零节学分如果是比谁记忆差，那你可能要努力一点。如果是比谁记忆差，好好哦，记忆力好好哦。林姐也要学小心，来个小蜜蜂升格测验吗？没有啊。圣诞节有升血吗？有的话要存钱了。我们每个月都会有升血啊。他又跑不动了，他到底想怎样？但我觉得你还是要去考，西西，我觉得你还是要去考。我觉得这样比较好，不会当狗蛋可怜，笑死！各位上班族们辛苦了，只想呛我一下子，臭心意。
脚麻，跑不动。阿凯凯，别谦虚。太棒了，跑起来了。会去考，可是你觉得你过不了。可是我觉得，可是你不是因为觉得说可能过不了，所以不想去考吗？哎，又给我挡住了啦 ！Hello， Oh my God， 别闹，别闹，到底想怎样？他脚又麻了啦，嗨小树。哦，真的好烦哦！我家小树到底想怎样？可以赶快好吗？我自己的网络又跑那么慢，超烦的，天哪！该换房东，房东是给换谁？太可怕了吧！换 ，Hello 陈，OK。刚开始觉得你还是干脆放飞。不行啊，我就觉得你还是要去考试啊。没有不去，前头讲了不去考，只是没信心会过。所以你会去考啊，不是吗？还是会去考的。这个房的特色是隔壁老猫，但是网络墙角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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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家的网络是现在连得到，可是他用不了，就是他没有网络，但他连得到，我也不懂什么意思。所以我就只能开我自己的网络给我电脑练，没错。谢天中，哈喽阿水，被限速，怎么可能？我住了三个月吧，三四个月。第一次这样，我觉得这是网络线的问题。有刘海的阿姐是不是回不去了？为什么？我不想要有刘海啊！为什么要有刘海？这个刘海很棒啊！会啊，只是觉得不会合格，那不如放飞的去活动，再去考试是吗？是这意思吗？是吗？因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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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就去外面把数据机重开。OK， 可是我之前有看过，我好像够不太到，它有点高。没有刘海好香，你的菜就没有刘海吧？你都是习惯手机网络，我也是都用手机网络啊。我自己的话，只是电脑还是连家里的比较好。我等一下再去把数据机重开看看吧。165小姐姐居然够不到，有点高，有点高，好不好？需要专业修网路的吗？不用，我相信我，只要把那个数据机的电源拔掉，再插回去就好了。
有些房东会签托，真的假的？你留刘海你就变刘海，我留刘海就变刘海，什么意思？哦，你说你的菜是不是？你的菜只我如果我留刘海，你的刘海啊不，你的菜就会变有刘海的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吗？隔壁的小男，他已经这样快一个礼拜了，不是隔壁的问题好不好？但是这网络可以让你一个小时上传。你家网络是多烂，是多烂声音，你家网络。Oh my god！ 你刘海，我刘海。就是先这样吧。我今天看到11点了，我还有半小时，半个小时。学习放弃也是个很重要的事情。我要放弃什么？放弃刘海。我是属于我自己的一天都这样。哎，但是我上一个租屋处就是这样，每次只要重开就好了。现在讲就在卡了，很卡吗？你们会卡吗？所以人家希望你专心准备。对啊，我还是希望你可以好好去考试。好好专心准备考试。我是这么觉得啦。顺超顺那就好。Hello, 雨。林杰没有脚吗？我怎么会脚吗？刚才你在打你家网络，结果边打边卡，什么意思？西西好好考试，林杰交给你，交给你。星星没卡好，不要回了，好可怜啊！然后，猫头鹰是我们的，那个没有猫头鹰这个选项。阿凯，等等，跟你清款我手绢的部分。清款喽。猫头猪不是你们的，猫头猪，请不要妄想猫头猪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这周合照会到获得有重。铁生鞋抽起来，进，好啊，你都去好好准备考试。对啊，我也觉得小树拜拜。知道猪猪老师到手，猪猪老师不会到手的，好不好？猪猪老师永远都是我们的。Hello， 臭皮贼，看猫头猪照片前，需要先背妥10根冰棒，没错。
小薰。Oh my god， 这网络真的很棒哎。长呆了，网络。Hello， 皮姐，都看不到阿姐声线，这就是缘分。缘分，缘分。那先把人接到手，猪猪也到手，进化通，猪猪是不会到手的。你要得到猪猪，你要先通过39个人的考验。睡着了，天哪，睡着了。你们在期待生血真出货的那一天，会开到谁的呢？还好你只开个三箱就有抽到林姐了，好像三箱吗？三箱吗？你的生血全部都二期，为啥？你是买合照会 special gift， 然后你的生血都是二期的，是哦？你不是一脸就是阿杰粉丝吗？没有啦，缘分问题。很期待我们成为 C 位就可以了。你是说没有啊 ？C 位不会得到猫头猪老师的好吗？网络真的是很棒哎、欸。为什么播一首歌呢？他就会当一次。奶奶，朋友是有帮你留我的声线，好好的朋友，先忙，拜拜，看会不会乖乖，哦，真的很烦，好暴躁哦，很令人烦躁哎，这件事情，你们等我一下哦，等我。